我是刚刚列车到了110年，1月3号，金美站11:39，出发的是货列，准备通过啊北回线的货列。如果下面干嘛咱们都在电道具光面。他代币啊，他代币那个普悠玛，哇，这景美站要代币的获利，耶，好感动哦！有一列货列，北回线的货列，水泥斗车，在景美站要代币280普悠玛。1305单电头加副接水泥斗车列，在景美站10:00。到下面干嘛？咱们都到电门道具馆面。他该不会是要去亚宁吗？他去亚宁，花莲港，你都去送花莲港。对啊，他是什么？发车？这个安全吗？我刚刚又出来接老板。